在影视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创办一所具有国际影响的影视人才培训学校。我上山是虎，我下海是龙，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。洪金宝国际影视特技装修学院的创立，拉开了我实现我多年梦想的序幕。洪金宝国际影视特技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正式招生。